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拿到了一盒这个 BT7，新的 Digimon 的卡牌，这一个24包的这一个一盒。哎，让我们打开看看吧，好不好？嗯，好。嗯，哎，我们还是得借助圆珠笔来把它划开，要不然实在是太麻烦了。指甲不够长的还真不行。来，我们看看啊，这一个应该也是跟其他的那些都是一样的，里面有一个 box topper，里面有一个赠送的一个什么东西，好像是。哪个 box 是最好的？嗯。不是不清楚，等会儿我看看，我再倒过来看看后面没有东西。然后这块儿，我看啊，common uncommon rare super secret champion rare，八个这个，这是应该是一个 promo，那个 promotion，日版的那个 promo card，是怎么得到我忘了。但是这个呢，就是这个八张呢，就是在这一盒里面。咱不知道这一盒里面是不是八张都能得得到。可能。哦，我们得到了一个红的这个，叫 Kuya，看起来很帅哦。嗯，好了，把它搁一边，我们先。然后呢，里面还有什么？里面没了。啊，没了。哎，这还有一个什么？呜呜呜呜呜！他我拜。说怎么应该还有一个呢？他拜。嗯。一个 box promotion pack，来，让我们打开看看这里面有什么吧。这应该是 DJ 是不是？数码蛋，让我们打开看看。哦，又是也是一个红的 memory boost，哦，是 memory boost，红的一个 memory boost，也是一个那个 promotion 啊。啊，这个不是 promotion，这个是一个 box topper，以图版的一个 tamer。好了，来，我们把这个往边上放放，然后一包一包给它拿出来。好了，我们第一包开始了啊。每一包都会得到一个好的吗？嗯。不是，这个里跟以前那些盒都是一样的，里面应该有九张好的。哦，这个掉了，Pokemon，Pokemon，臭臭梦，嘿嘿，臭兔玩好好。全是新的，全是新的，飞梦、酷猫梦，全是新的，没有见过的，是不是？嗯，这个很。这个很帅。乌根，然后一个 Betamon 是一个，对啊对，然后是一个什么呢？Systemon Shield Awakened，这个是也是个 R，好，让我把它搁在一边。当然，这个 BT7 里面，我们最想得到的肯定是那个 Lucy 嘛，Lucy BT7 的 Lucy 那个不是个 RAM 吗？嘛，Secret。好，这个后面有个什么东西呢Flame Memory Boost 这个是这个。？Dino Memory Boost，这个什么 Memory Boost 好多呀。后面我看到一个东西了，是什么？Dark Knight 梦。看起来好帅，这是一图版的吧？不知道。这好像是一图版的，看起来，但这我不清楚了，到时候看看还能得到什么？没有太研究这个 BT7。这什么？Nemo、Triagomon，这个是以前好多。版的都有过，艾蒙、宝可梦、
Kokomo。名传哦。像没门呀。嗯 ，system blank， 这个以前我们 system bt 六也有 ，bt 七也有，这个应该是可以升级版的吧？是那个 bt 六的那个升级版应该是。好 ，metal grimon。不错，看着这个我敢确定不是一图版，但是这个好像是一图版的，嗯，看着很帅，看看能不能得到一个什么更好的。Prate Memory Boost Bone Ingrimon Dino Rex。这个像个 SR， 这也是个 SR， 哎呦好多 SR 啊。嗯嗯 Dorgoa 吗？是这么多吗？看起来也挺帅，是个黑卡牌。嗯，我觉得没有很多黑的 SR。 嗯，不会好牌都在上面吧？可能是吧。Electric Rush Pulse Moon， 这是上面画了一个 Petal Moon Tommy Himi Vike Moon， 这个是一个叫什么来着，那个就是那八张，这是个 Promo， 这是个 Promotion 的。对了，应该有八张，这个但不知道是不是这一盒里面八张都有，可能我们把它先搁在这儿吧。这个卡好吗？这个卡看起来不错，但是应该也是每盒里面，如果要是它八种每盒里面都有的话，那就不是太就是太好了吧。Koji Vega Room 又是一个 SR， 哇塞，全在好牌全在上面吗？那应该我们把那些下面的搁下面了。那如果九张好牌都开出来了，最后这些打开就是也没什么好的了，就嗯，口罩多么丑，口罩多么丑。又是一个 SR， 怎么全在上面？还三个，应该有九个吧？现在我们已经有一二三四五个了，其中一个应该是一图版，就等于说没准还能出一个一图版的一个什么，或者一个 secret。secret 我最好喜欢，我最喜欢就是那个 Lucy 嘛。嗯，它是一图的还是 secret 吗？杜西蒙也有一图，它是 secret， 但是也有一图版的。嗯、Metal Cannon 这是一个 R 哦。好的。Giga Storm， 抽抽梦 ，Ghost 梦。还有什么 Coral 梦？这个，喏，这个我记得。Curious Joy， OK。自从 BT 几，它这后面就没有那个 Memory Gauge， 你们发现没有？Postman，以前都有个最后一张是个 Memory Gauge， 但是没有啥用，所以可能他就没有就不印了。可是也可能 Chaos Drum 这个看着像 SR， 这其实就是个 R， 这也是个 R。可能也是我们都打开了一二号、三号、四号那些，反正已经得到了，所以。不用用，而且很少有人用这个卡包里带的那个 memory gauge，那个
Evolution Ancients 看起来挺好看。嗯，后面还好多 Digimon 后面。嗯，背景这是个雷蒙，雷蒙好像打了还不到一半。嗯， Pokemon Shadowmon Ghostmon Capri，这个好像那个 Greymon， 又出了一个 SR 了，是 Rubymon。嗯，这个好像看起来挺帅啊，但是不是一图版。嗯，来再出一个一图版的吧，一个 Secret 也行了。我们最想要是那个 Rubymon， 是一图版的，当然是最想要的。但那个 Rubymon 是一图版的吗？有一图版的，有不是一图版的。哦，又出现了一个这一个 champion 人，嗯，泼墨，但这个也是像一个 SR 吗？这个就是一个泼墨的卡，嗯，日版的是不是这个盒里带的？日版的我忘了是怎么得到这个，但是，嗯，这个英文版这个好像每盒都有，但不知道是不是八个都有，就不清楚了。我觉得应该有可能。不会吗？你觉得？我觉得不会。嗯。Lucimon Chaosmon， 哎呀，我们得到了一个 Lucimon Secret， 得到了。虽然不是一图版，但是也很好了，也很好了，是比较喜欢的一张卡。这样的话，那就说明一个一图版，一个 Secret， 后面就没有什么了。没有很好的卡了吗？嗯，也不是说没有很好的卡了，但是它这个就是说，还应该还有，我看看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应该还有两个 SR，嗯，两个 SR， 但是就没有那个 Secret。但 SR 很好吗 ？SR 也不错了，就看看，反正都没有得到过什么，全是新的，是不是？嗯。这个是哆啦 A 梦，罗伊奇，提姆啊，叫什么？酷酷梦。Dead or Alive， 这个是 Lucimon 这个画了。嗯。嗯，好像就是这个，是这个 Lucimon 好像画的，是吧？嗯。嗯。Timer。还有 SR 我们没有看到过吗？嗯，有啊，后面好像就有一张。好像是有了，这次有没有 Asian？ 这个我还以为是 SR 呢，这个看起来好漂亮，这张，嗯，闪闪的，是吧？你们也觉得吗，嗯，特别漂亮 Ancient Bidomon Koji 闪闪的卡，这个很像一个一图版的，啊，很像一图版的是吧？我也觉得Rex Ancient Mac Jerry， 我都不会读这个。名字太长了。嗯，好多 Memory Boost 这个 PT 系里面。我也真的，这个好像有 SR， 这也像 SR 是吧？但是不是。来，好的好像都在最上面和最下面。嗯。
中间没啥好的。先先开什么？这是S328？一波木木还叫什么？是吗？是是个S2。嗯，好少一个吧。应该我们就差一个了。而且现在看来，不是每盒都有八张这个。嗯，外面已经有九张了。我说是这个。啊。外面不是已经有九张这种吗？嗯，才啥事？我说是 promo。嗨，你看，又得到一张这个，那就等于说现在已经得到三张，这应该有八种。每一盒，我现在得到三种，对不对？就说明应该还有五种，但是这个我们现在还有三包，所以不可能五攒全这个了。嗯，除非再买一盒。当然我们还可以再买一盒，是不是？我们以后还可以再开开拆开看看。应该还少一个 SR， 我们看看啊。School Night Moon 是 Dark Night Moon 的小版吗？哎，又得到了这个 Hercules Capuchino 四张了，等于说还剩四张，没准一盒就四张。最后一包了，应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应该还有一个 SR 吧？最后一个 SR 是在这里吗？好像是，应该是九张吧？我 ，Stabim 和对了 ，Make the Garurumo Garurumo。然后这次我们得到了，这次看着挺不错呀。嗯，这个 BT7 我觉得挺好，这个显卡都挺好看的。我们还得到了 Box Topper 和这个 Memory Boost Promo， 还有四张，当然我们还有四张这个 Promo， 这个看着很帅呀。嗯，非常好看。当然我们还有我们的 Lucy Moon Secret Rare， 还有这个乙图版的 Dark Knight Moon。 嗯嗯，好啊，我们呢应该还会再开这个 BT7， 是不是？嗯嗯，我们再下次再见吧，好不好？嗯嗯，拜拜拜拜。